年三十多，辞掉了工作去骑自行车，他想去世界的各个角落，看看不同人的不同生活。老子说，钱财乃身外之物。佛陀说，嗡嘛呢呗咪吽。耶稣说，诚心所愿，他们都是先知，还有穆罕默德。他骑车骑了三年多，路上经过许多悲欢离合，看到了世界的很多角落。他现在想法实在多，曼波萨瓦萨瓦，曼波萨瓦萨瓦，自己的路自己把握，万事万物哈库那玛塔塔。他那年三十多，辞掉了工作去骑自行车，看到了世界的很多角落。他现在想法实在多，赚钱只是维持生活，别为了赚钱失去自我，偶尔放下工作出去转转，看看不同人的不同生活，看看不同人的